大量经验。丞相，哎，感谢118个月订阅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李李安安，阿卡，哎呦。吃吃安安，棉被猫安安。格挡晕眩。为什么要学你家主播讲大兔兔？魔杖，还好。嗨，雪莉，不跑图，在这边干嘛？你说玩着玩着，等下就换游戏了？啥呀？等一下，阿姨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刮撸就是刮撸，安安，歪女安安。有吧？是不是有说下午可以开台？没有啊，其实是因为，那个啥，是什么？没，主要是因为，这2天在，那怎么讲？因为天气变冷了嘛，然后作息又特别好调，想说就在昨天一个很突然的，就是一个突然调作息，对，因为其实我昨天本来很早就想睡了，应该说我昨天其实8点半就想睡，然后我硬是拖到了晚上准备要睡，结果嘞。有多会拖啊！我拖到，我本来不是说8点想睡嘛，就我半夜2点半才睡。哎，某方面来说，这样调作息也不错啦。你终于解脱超商了，离职了吗？恭喜啊！感谢追水，你的休假叫主让我看下，可以真开心。然后嘞，哇，上班，应该什么？上班刚好教主开台，有台看，真开心，这样啊，对吧？魔力再生，不见，要法术暴击，啊，见。好啦，也是可以，对吧？啊，我知道你年纪这么小，真的是打屁股好好去，也不知道好好去啊。没掉。明奈安安，花火。
欸，下次拜拜。下次你们带露诺捡金人，可不可以带个好一点的、啊？为什么可以东漏一个西漏一个啊？那时候带着带着，他突然跟我讲说：“哎、欸，这边没捡到、欸，哎，还以为那张地图都没有捡。”就说其实都有捡，只是一页越漏掉了。哎，我那时候想说，啊，你不是这边都还没跑吗？就那时候就是东拉一个，西拉一个的，西拉。他带的啊，对啊，我就讲了一夜月啊，白骨星星投掷速度。哎呀，这游戏好玩是好玩，可是看不太懂，也是看不太懂啊，好复杂、啊。不懂的就猜。嗯，这个，嗯，追追安安。还是我们等一下来宝可梦，提高神明，完蛋，青蛙安安，玩儿啊。卖掉，卖掉！啊，稍早在那边看那个、啊、暗杀，哎、欸，暗杀者的购物中心，哎，是真的好好看。感谢追水。哎、欸，这个昨天才在安妮那边出现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昨天本来想帮安妮删掉的，可能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，不敢乱编，以为他是来帮忙提醒什么之类的，哎、啊，结果，哎、欸，顶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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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编，哦，还有想说怎么会有两个来追水。误会了，而且大了。教主安安，嗨，珍惜安安。天气好冷呀！我昨天有去逛那个 Switch 的商店，哎、欸，我在说什么？哦 ，Switch 的实体店，嗯，在台北。可是那时候想说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哎、欸，看来逛去那时候心里就只有想说，好像只剩下两款游戏有兴趣、欸。哎，一个叫做《Let's Go 一步》，另外一个叫做《剑盾》。可是，在思考的时候，就觉得，还是算了好了。
还是算了好了，然后就离开了实体店面。白公牛。怎么过去啊？其实我那时候蛮期待，是说那个啊，金银版出那个 Let's Go 模式，对吧？每个人喜欢的游戏反正就不一样啊。像 Let's Go 其实被泡得很，就是几乎都是在抓嘛，没有在战斗。但是我觉得他就不喜欢打，其实不老也讲了嘛，老实说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宝可梦受伤，那不代表说喜欢看别人宝可梦受伤啊。不对，一遇到直接抓没有什么不好的啊。现在的我是全台跑的活动企划师。什么叫全台跑？哦，你是说各大台都会出现，都有你的出，都有你的足迹，是不是？大滴滴。这是尾牙哦哦哦哦哦哦！我以为你是你说的全台是图奇全台。整个图奇台都有你的痕迹，想说哇，你脱离了超商，那现在是全部的实况台都有你，好猛哦！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哎，给你夸夸。去伤害冰霜回，我好像开始会看装备了欸，希望啊。你有专情的谁？哪个主播台？我现在有单推两个台，什么叫单推两个台？欸，结束了，可以走。错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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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推两个台。无畏的残骸，没错。没有，今天没开皮是，他等一下怪如果量太多的话会卡。啊，这只也太硬了吧！等一下啦，怎么那么硬？这么大，意志是什么 ？Excuse me。Why？Why 机制？
不倒，按过了。等一下啦，不要咬我啦！提高护什么护身符碎片，双手长矛啊什么，双手残杖，你才残杖，你才残杖，你才长杖。要死！我需要更好的换骨盔。嗯，怎么没有？虚空抗性没用。哎，我需要更好的换骨盔呀、啊。我专情的台是你耶，你认真，你要确定哦。每次讲出这种话的人，我都会抽考哦。那每次抽考完，伤害的都是我，被伤害的都是我。卖掉，这个卖掉。哎，难过，难过。是因为想的太多，心里起了作用。啊，我们换来这边玩。你不要这样呢，我是边听边写功课呢。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爱查德安安啊，不用问了，最强妙蛙花我打过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用我的30公分打过的，是网络上那个气势猴，我试过试不成功啊。当我准备想说就练一只布里卡龙去练的时候，再想想啊，去蹭别人的好了，就刚好蹭到有一局是有人带梦幻欸，有人带梦幻是什么吸血吸取拳。跟电磁波吧，还是什么？不是电磁波啊，那什么怪异电波、哦、还是什么？啊，于是我就用上了我的30公分啊，帮忙光强反射镜，然后帮助啊。哦，已经到了，使用年美咯。哎，感谢阿旺纠团。哎，阿旺，你这个玩到哪里了？我抛弃了圣骑士了，我抛弃圣骑士了，圣骑士玩不起来。你也抛弃德鲁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果然我们第一个选的肯定是啊，有没有？就是想要去试试看，发现说啊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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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适合溜了溜了溜了。彼岸安安，死灵中毒流很棒哎、欸，我是这个，哎、欸，我是这个开门的。对，那现在是哦，你也是开门哦，我现在是卡在。我想要打那个嘛，不是要做装备吗？我现在不会做，但是做装备的前提是你这个传奇不是要一个孔，那个传奇潜能位置吗？我打不到，我要的装备有传奇潜能的位置，哎，哭了。现在卖，现在装卖装，你主线还没破啊？哦，哎，我其实也玩很慢欸，我前天77等。三天前77等，今天78等，我真的是慢慢玩欸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好玩，真的可以慢慢玩。你还没50，混啊，你混啊，极慢，真的是极慢欸。没事啦，这个老实说，他真的不急欸。
太多东西要玩了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啊，你稍早像昨还是昨天，你在游戏推荐区那边不是有贴一个很像是对战的那个？那个是怎样？玩家打玩家吗？是要内战的，是不是？叫久违的内战的，是不是？欢迎安安。对啊，我现在这个也只是上来就是舒压一下。然后之前不是在家聊圣骑士的那个吗？光环流之类的，是真的不需要欸，其他流派真的是。自己成型之后，圣骑士好像没什么必要的没什么必要的位置，打到对方的都想说到时候出来就一起玩，好啊啊，先等你揪那个动物很像动物园的那个，不是动物园的，是大家扮演动物要一起破关的那个，先揪一揪啦，那个你看，三月了，我们从去年买到现在，先揪那个吧。嗯，没有用，不好，要啦，要玩。虚空不需要。当时圣骑士打这个都不太敢打，当完了死灵法师之后，都在欺负那个，正在欺负那个法师。哎、欸，腐化抗性，棒哦，赞哦，赞哦，是哟是哟，800一个，果然掉1000了吗？我看一下到底什么鬼。815好了没？要停了没？我要等他停。好，15341535，好吧，153换这个。我真的哎，腐化抗性越高，我的护盾越高。这没有用啊，快掉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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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马同学的13个月。小炸，早安呀早安呀早安呀。哦，头盔。啊，偏偏就是我要的装备没有传奇潜能头。这个
没有传奇潜能的位置，很气耶！一堆钥匙没有去过。Yes. 小地图真的，我已经调到已经尽量够明显了，不是小地图啊，画面上这个地图，地图带白还是看不太到哎、欸，哎呀，好。对不起，突然就叹气了，没有用。呀，还没。抗性暴击没用，没用，你没有用。Yes。320盾牌，盾牌弓箭，
暗茫茫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哇哇哇哇哇！这是什么？活力啊！啊，没事。要什么抗性？我要腐化啦！啊，腐化啦！腐化伤害。哎，雀魂是有什么活动吗？我想说，怎么最近又一大堆人开始在玩？我刚上线看了一下，就是卡维跟一个很像装马尾卷头发的在加倍。翻牌活动，那是什么？想说之前看到一个不怎么在开雀魂的，每次只要有活动就会开雀魂的朋友，也不是朋友啦，在追随的台，一个不重要的小活动没啥特色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嗨，梦魇龙安安，怎么有空来？我有空来我这个小台。皇上要跟妃子睡的话的活动，那我要上线了啊，所以想说，有活动那个主播才会开台啊。可是我看一下，他好像都在打友人场。啊，我刚刚上线看了一下，没有类似那种每日登录啊或什么的，没有那种东西。反正就是上去解三个任务，然后就可以翻格子开出来，啊。开格子的哦，啊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桌布之类的吗？啊，一样是那种好像几宫格，就是几层几的，然后格子这样子开的那种活动啊。有一个背景可以拿，还是我们来鬼转一下啊？不是，我记得那个活动是不是可以只有一次解啊？它是不是后面任务它是可以累积的？那我看我们后面再玩好了。不行吧？可以吧？之前都是可以累积的欸。格子可以一次开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一次开啊。没有啦，它是可以累积的啦，我没记错的话吧。我雀魂玩的不多，但是活动有参与蛮多的啦。这次任务每天刷新的样子，每天刷新，所以是要我现在玩咯。每天三个，哇，那是不是
来鬼转一下。嗯哼哼哼哼哼哼。我小台，你是我男神好不好？我什么男神？在这说话。你说从小看到大，可是你现在也没有很大、啊。对吧？我从小看到大的，可是你现在没很大。问号什么？你有很大吗？没有啊。你的岁数乘以三，都快死，都我都我的哎、欸，还没超过我吧？我感觉。你看你的岁数乘以三，还没有佛系的，还没超过佛系耶。哎，有可能超过了啦。我三岁两毛半乘以三，还没这么长过。哇！你讲这种话。那我可以说我从小看到大，年纪真的大了。其实很多人都是啊。哇、哦，好多！快乐。嗨，啊，元素，啊，没有，现在这件衣服比较好，啊，拆掉，这个嘞，这个嘞。看不懂，拆掉。我从大学看到快三字头了。你从大学开始看、喔，你才快三字头哦、喔，你才快哦、喔。好啦，其实说真的啦，只要出社会还有在看直播的，其实也是很强。因为毕竟很多人其实都是出社会后要么没时间玩游戏，要么就没时间看台，所以就是会觉得说追实况组追直播这种行为，就觉得说已经不是他们不是什么，就是已经像我现在老了对老了，然后对于那种出门跨年这种行为，就觉得说好懒哦，能在家里就在家里，对吧？出一次门，体力就不知道透支多少。台也越看越少，你是说其他人的台，还是我的台越看越少？没有啊，就是对吧、啊？就是会觉得说，就像长大后吧，口味也是会变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，长大可能就开始觉得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。反而小时候不喜欢吃的东西，长大就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敢吃了，对不对？青椒啊，有的没的啊，就是长大后口味都会变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接受无糖的东西。有在慢慢吃比较不甜的了，可是没有糖会吞不下去。啊，追的台也只剩一个哦、喔，我猜猜，只剩一个，嗯，
肯定不是我。不过我会点进来算是巧合。我现在很少在看实况了，刚好是你在玩这个游戏，有时候刚好有人提的那个，就在刷宝啊。就是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哈。这个游戏它的角色就是纺织业，它没办法捏脚。然后死灵就是死灵的角色嘛，它不用捏脚。然后你也不能捏说什么发型啊、角色啊，跟啊就是这样子嘛。那再来，它跟 POE 又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每个技能。然后上面啊，上面先介绍上面哦，上面的格子就是你的专精天赋，那专精技能。然后你只要这边，你看这边上面这左边这阶这边都是我那个初始职业的技能，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点各种天赋树。那在右边这边就是你转职后的技能。哎，所以安，哎，三安安，对，然后，对，就是这样的游戏，它比较像暴雪啦，暴雪英霸，暴雪英霸没有那个嘛，买装出装等级的东西，它你的技能就是要靠点天赋的，啊怎么点？就是你这个东西要摆上去，跟 PO 一样嘛，就是你要装在身上，让技能吸到经验到了之后就可以再点天赋这样，然后现在的技能就是到20等，然后它就是很多排列很多种组合嘛，就比如说像那时候是哪一个啊？这个，就是你一些技能它会有组合技，比如说你放 A 技能。那 A 技能它会说有低几率还是有什么几率可以释放 B 技能这样。什么时候一起来喝酒？可是我不喝酒欸。我喝也不会跟你喝。我老实跟你说，我喝也不会跟你喝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你不是第一个被我拒绝的，好吗？没有，我真的很久没喝酒了。如果现在真的要喝酒的话，我喝的当下我一定会肚子痛死，因为太久没喝酒的人突然喝酒的话，那个胃会痛。喝全糖水，我现在不行了啊！我现在已经不是蚂蚁了。以前的我还是啊，也不是以前的我啊，几年前的我啊，大概十年前吧。那已经很久没喝全糖的了，不是全糖啊，没不肯到全糖啦，全糖是什么恐怖东西？我以前顶多喝到八分，现在都喝微微了，两分糖，大奶微微啊，不，真奶微微，像不像谁的名字？你好，我叫真奶微微，权杖魔力再生，开掉。没事，你声控，可是我觉得声音。我的声音我自己就只有觉得偶尔会好。我之前还有在剪片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会剪，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哇，自己声音真的听久了好难听，就少部分有那么一丝丝，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，那么一点点的几次啊，才觉得自己声音好听过几次。
可是糖真的也是要少，糖，糖会使人快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好，但是糖也是另类的毒药啊，对吧？啊，道理都懂，不是戒不掉啊，对吧？哎喂啊！哦，能量护盾啊，拆，提高近战攻击抗性。上次带到峡谷串线，诺诺就下线了。串线诺诺就下了，哎、啊、总现在才出现杂志。啊，说啊，要带就带好，好不好？不要造成人家困扰，好不好？不过他现在会自己跑图嘞，吓傻我。他没有，他以前也不是以前呐、啊，之前有几次跑图，他就是。其实就是海胆馒头都各吃两次了吧，然后可能就任务自己去做一下，或去看一下大拉位置在哪边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那其实你快灰了，就带他那个峡谷稍微跑一下，然后那个啥，对，试炼稍微去跑一下就灰了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可是你就差一点点了，每次都这样子。他就直到最近是因为我真的太日夜颠倒了。然后他最近也是有跟我说，就是像你看，为什么这时间我没有跟他跑图，而是在开台？对，他在忙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可能要晚点才能跑。对，我就这时间又特别特别想睡觉。啊！结果最近就是他自己跑到灰掉，他说：“真的假的？你灰了？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就问他说：“跟车还是自己跑？”啊，他之前都说有跟，可是后面现在开始都说自己跑啊，应该说自己走到灰的。那我也相信他是用走到灰的。然后说太强了吧？然后就说：“带我了，带我了，都改换你带我了。”我那时候跟他讲说，你开始自己跑图，其实有个那个啊，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到时候带萌妹子，你就可以带萌妹子了、欸。你看一下，你就可以跟妹子说，来手给我上车，那种感觉，对吧？跟妹子说走上车。裂缝伤害，那主播什么时候才手要给我？你什么时候要玩光遇啊？我讲一下、我现在其实不会推人家进来玩光遇了，因为对你来玩。你来玩是你来玩，但是我也没有真的那么多时间。不是我之前也有讲过，我为什么开始不带人家玩光遇？就是你看我今天好找诺诺进来玩，那今天又找了另外一个人进来玩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人我是不是都要负责带？然后嘞，如果这两个人时间挪不上的话，我比如说我下午四点跑，结果。第二个人他说五点好了可以跑的嘛，那我可能就是跑接下来的五点到六点，那这时候诺诺可能就是那个已经跑完了，结果我剩下那一个小时又要再重新跑一次我刚跑过的地方，
好，可能今天又跑完了，结果今天有第三个人被我拉进坑的，然后又要那个重新再跑一次，所以最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这三个人都有共同在的时间，但是真的太难了啦，每个人有空的时间不一样啊，而且现在光遇，你越后面玩其实越辛苦啊。要越干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就一对一吧，会比较好。当然看人啊，有些人就有办法，就是一天24小时，对吧？有25小时可以在光遇上面，把光遇当作另外一个生活。也不是没有啊，我就看到蛮多就是24小时都在线上的，很佩服欸。某个女人都熬夜跑，谁熬夜跑啊？哎，这是什么啊，哥？没来过这哎。啊，竞技场，我就是没空跑半夜。哦，你来吵架是不是？让吵架跑来我的台吵啊啊！哦，我在受伤，中间会让我受伤，天哪，差点嗝了，差点嘎掉。光遇对来说就是朋友一起玩的游戏，但周围朋友没有在玩就直接没玩了。我当时也是周围其实大家都弹坑了，应该说第一批跟我一起进来玩的朋友，应该说粉丝吧，没玩了。那其实酷窝啦，酷窝当时几个啊，算10个好了。撇除原本就有在玩的。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进去玩的那10个人，有的已经弹坑了，还是偶尔会上，但是就是比较少上。那有些是真的完全已经没有再上线了，对吧？哎，嗯？嗯。是啥？流血之心，好几十个几乎很少上。叫到小薇安安，拿爆米花看戏，看什么戏？看你爸爸流鼻涕，没有啦，小孩子哦、喔，看你爸爸流鼻涕。因为。就真的讲实在的啊，光遇一开始新鲜感嘛，应该说不用光遇啊，每个游戏一开始都一定都有新鲜感啊，那会泡在游戏上的时间一定都有它的理由，那时候就是因为好玩，然后才会在游戏上花时间呢、啊。啊，后面是觉得说又没有打怪练功啊，你图跑完就没有什么事情，就可能是跟人家聊天啊、互动啊或逛地图。那你好，逛地图这一点好了，逛地图逛久了也就那几个点，那几个点逛完之后啊，不就剩下就一样嘛，一样在发呆啊，然后就只是坐着，久而久之可能一个人觉得累腻了，然后开始没上线，那另外一个人也开始觉得说啊，他没上线就不太想玩，
啊，不太想玩，那下一个就觉得说啊，上一个人不太想玩了，然后就这样陆续没有玩。跑图也就那几张，没办法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早期两小时很难跑到灰，你知道吗？早期根本就没有海胆馒头。我当时开始玩的时候，才开始有海胆这个东西。然后玩没多久就有馒头这个东西，哎，没有馒头好像原本就有，只是那时候好像是也是活动吧，活动期间才会有的。然后那时候玩的时候就把馒头放进来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带我的人是这样跟我讲的啦，他说以前没有这东西，然后是我来玩的时候才开始有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他是骗我还是怎样，因为确实我们以前跑图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挂过馒头那，然后反而有些人会不喜欢挂馒头，因为他觉得说你挂馒头的时间不去跑图，跑图的火其实比馒头还要多。可是我觉得馒头给的超多的呢。那后面就有一次是跟我那个司机，就是我们有跑过一次。在馒头时间就去跑，结果后面我就说："你看是不是馒头比较好？"他说："可是他就不想等那个时间，他等馒头爆掉烧掉的时间，他不太想等，他可能有那种过劳吧，就是坐不住，就是有劳苦命，劳碌命。"我知道早期是要跑整张图啊，以前带幽离子跑图的时候也是啊。我那时候带幽离子跑图，每次要跑到灰，都连那个木图也都要跑。也不是早期啊，当时才开始自己学会怎么跑图的时候，就是全图都要跑啊。投资伤害，投资魔法。哎，好快哦！下一季又要快了，应该说这一个季节又剩30天了，下一个季节又快到了。我已经看到下一个季节，已经有人在 po 下一个季节的东西了。哎，不是我的道袍嘞，应该说我们的道袍嘞。是不是当时我们没投票投道袍的话，道袍早就复刻了啊？有没有这感觉？哎，对不对？反正当时去年4月的时候说6月会有那个啥，那是几月啊？我记得那时候很早期消息就说 PC 会上，然后导致大家全部都投。说第二上市第二个复刻才会是道袍，有道袍呢，不见了。哎，早知道不投了，谁知道正式版还没有上。哎，你们觉得有玩光遇的啊？你们觉得？背在背上吗？坐下会掉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其实比较喜欢坐下，然后背上的人会掉下来这个那个版本。
其实以前有个版本，它不是你在人家背上背背，你背在背上回家的时候吗？当你回到狱境的时候，它又会回到你的背上。那时候的版本好像也不错，这样就省去再背一次的工作。要打、啊。嗯，魔力啊，这个回家可以把人丢进木土。哎、欸，他现在不是不能那个了吗？在飞的过程中断手吗？请问现在可以了吗？因为有时候不是要那什么靠水母回能啊什么的，有时候在水母上面还不能把人家丢下去。哎，差一稳定值是啥小？是啥小？是谁在说话？我不知道单人。哎，你知道每次啊在跑圣岛。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传你哦，我真的都是用跑的过程中都可以遇到你，哎，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偷传我，然后又觉得说你会不会让你觉得说我都传你之类的。遇到谁？马同学啊。什么？我这次的季节跑完，不知道要不要刻下一个季节。白痴哦，东西都还没出来，你怎么会知道要不要刻？对吧？你也等，我是有看到有一个很像荷叶，欸，是荷叶吗？那是什么？姑婆芋吧？感觉就是姑婆芋的伞欸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下一个季节的东西，我其实很习惯马同学突然跑出来了。就最容易串到是马同学，那时候是在四点的时候，四点前，常常都是刚好在圣岛前的地图都没事，一到了圣岛之后，都常常会遇到，因为可能不太想玩了，可以啊，就是好好休息吧。没事，你已经玩够久了，真的累了，没有，你不用每天跑的那么辛苦好不好？然后人已经佛系在玩，欸，已经没有什么全图毕业什么的之类的，还在那边跑到灰还是什么的，不是跑到灰啦，就是准时上线什么的，不用那么累啦。一个小时，不是欸，你现在应该也是都是东西都毕业了差不多的啊。啊，你其实只要跑，真的只要跑基拉就好了。我每次想说你是还缺什么东西吗？就是看你觉得你又觉得东西都还好。海胆馒头不吃了。嗯，我其实理论上也都是这样啊。我玩到后面，他自从开始改成拔票这个功能之后，就觉得那这些白蜡都没有什么用了，对吧？他
他季节那些不活动那些都改成拔票后，我就觉得那白蜡没有用了啊！啊，每天跑干嘛？只能送爱心了哎、欸！哇哇哇袜子的袜哇！难度，哎，冻结提高爆率。白蜡感觉用处不大，对啊，就只有萌新一开始会需要啊，那再就只剩下爱心也会需要而已。这样我也没有说我不反对，就是哎拔票这个功能的、啊，不然如果没有拔票这个功能，对那些新手来说蜡烛太吃紧了、欸，活动要，然后复刻又要。对吧？所以那时候在吐窝，我一直都说啊，可是也要替一些新手着想一下，对吧？一些新手这样子，他们的蜡烛不够啊。你看，我还是很多时候都替着他人考量。Yes.Go. 哇，好多钥匙哦！钥匙翘翘，要到底多少根呢、啊？钥匙翘翘。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，完了，没有强迫症的啊，赶快回避哦、喔。然后他这钥匙应该要可以堆叠啊，这么多。难受啊！好了，不能这样。哎，不行，然后多打一把就不开心。其实我当时玩那个光遇，其实快毕业的时候嘛，不是快毕业，就是开始佛系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很担心这件事情，因为以正常人类的个哎、欸、不是人类啊，正常人、欸、一般人的个性或性格，你只要开始有过一次之后，你就会有下一次的。就像，反正就跟减啊，拿减肥来说好了，不要减肥，运动好了。你看，你今天想说啊，今天昨天都休息过一次了，那今天再来休息好了。
那周而复始不就是一直拖一直拖吗？而你今年是知道说啊，不行了，要动了，要开始动了，结果你就会有惰性，就会给自己理由，给自己一些借口，就说哎，反正都有休息过，不然今天再休息好，对吧？反正就觉得说哎，反正后面哪一天开始动都可以，对吧？所以才会一直都会说哇，减肥是明天的事。然后再像昨天也在姐姐她又聊嘛，就其实减肥要成功，真的不只是运动啊。啊，其实真的有在健身减肥的人，也都自己都知道嘛，饮食控制大于运动这件事情。当然，你今天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动，啊，你今天还是吃的很多，饮食没控制的话，你那些动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用。啊，道理都懂，对吧？东西好吃，哎，不过那时候开始健身啊，应该说开始健身的时候才知道，哇，健康真的不便宜耶。买一些也不是器材啊，就是像蛋白粉啊，或是一些护具，买一买下去，哇，四五千跑不掉。不然那时候凡是抱着说，抱着只是想要那个，就是有流汗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本来想说就至少要动，可是那时候就觉得，哎，就是不只想要动而已，就是要想要塑形，要有好看的线条，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要买那个护具啊什么之类的。他原本根本没有想要喝高蛋白，想说每天去超商买个茶叶蛋来吃就好，一两颗啊，那再喝个豆浆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但是那是正常人，正常人这样是可以的。那因为我是要增肌嘛，要变重，那于是就是要喝加倍的量。你单纯吃蛋白跟豆浆不够，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拼了命在吃鲑鱼啊，吃鸡胸肉啊，吃蛋白啊，真吃到快吐出来。啊，就结论来说，哎，还是至少不错啦。你看，有腹肌，有线条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对吧？不该有的是没看见的。这张图也太难绕了吧，路上都是怪。总共几个章节啊，我不知道欸，番茄你在打哪边？反正后面会打到一个，等一下，你打过拉贡了对不对？后面会打另外一个，也是跟一个蛇人，打完一个蛇人 BOSS 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才看到你敲我。走到路口，啊，这张真的是
很绕欸。优鹿讲安安，感觉跟 POE 很相似，很像啊，但玩法跟 POE 差蛮多的。按结论来说是好玩的，就结果来说好玩，好玩的好玩的，这只是它的机制。可能要稍微做点功课，不然很懵，很懵，真的很懵。哎、欸，打拉贡哦！哇，还要再打哦！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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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据说台服 P O E 啊 ，P O E 台服是不是今天要转移了啊？就是台服账号今天好像要开始转移，跟之前英雄联盟一样，转移账号。哎、欸，蛋呢？怎么会有潮水？不太一样哎。闪电抗性，冻结率加成。药剂使用时回复护盾。好啦，这个好了。抗性，确认。哎、欸，装备装备，哇，太帅了吧！冲之。好了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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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边25等就可以来了欸。查抗伤地耶。啊，没掉。没掉。
take care. 好了，想去。哇哇哇哇哇！上个厕所，还是我们鬼转一下、啊，转个雀魂，要解个任务好了，尿个尿，因为我的晚餐来了，还是要么鬼转啊，要么我吃饭，要么棺材。哎，等一下啊！可能昨天逛街逛到腿在痛。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，昨天班友出门逛一逛，然后，哎，真会挑时间。昨天出门的时候没下雨，而且温度又没有到很冷，那、啊、今天却下大雨啊，温度又好冷。哎，真会挑时间，会挑日子。鬼转就可以边吃边打麻了，对啊，好啦，鬼转一下好了。换游戏 ，M 雀魂。来，这游戏就到这边啦，可以出自桌面。所以阿钱，你打到哪边啊？拉贡你应该打得很顺利吧？按那个近战职业打拉贡，我那时候真的是打得要哭出来了、欸。我就只能让飞斧就转那个两圈就没伤害了，所以我在原地一直在那边让飞斧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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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转。可是我看任务没有显示那个欸，我今天打开看公告没有看到有任务条，还是要更新，可是没更新不是进不来吗？哦，我的筷子好冰哦！你知道我现在室内温度多少吗？17度，还是就打完我们就关台了，好不好？不然真的太冷了，我快受不了。哎，有了哎、欸！哎，为什么白虎回来了？华灯初上 ,228。哎、欸、不是前天开始吗？活动时间。不是。哎、欸、等一下。哦，这只白虎是只啊原本抽的哦，白痴哦。哇哇哇哇，袜子的袜，迷人李松。
啊，兔子嘞？怎么会没兔子？星星，双标活动，鹅牌，嗯，哦，抱歉，鹅牌一次，包含栗子，我要栗子，鹅牌一次包含红宝牌或宝牌、礼宝牌。鹅牌一次包含自封、敞封三元牌，什么意思？好，今晚活动，我想要立直，然后宝牌、敞封、自封，好，来来来，我觉得等一下要睡着了，哎，完蛋了，王蛋，完蛋了，又想睡觉了。那你抽多少啊？我参加，来啊！买衣服而已。哎、欸，哦，所以那一只是那个双马尾的吗？就是两个辫子卷卷卷的那一只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只。你长太不像了吧？我来听点什么歌好了。来看看我的啊 ，VTuber 歌单。嗯、啊，来，我们听这首。啊、要被骂了，怎样？太大声了。气质，哎，少一个，快点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没有，刚刚其实，对啊，刚刚是想播这首啦，是我记得，哎，我一首歌怎么不见了？来听听，来听听，不行，这肯定有版权的，哎，算了。啊啊啊啊啊！好了，熟悉的 BGM 没了呢、欸，好可怜哦。看吧，还说我没过气，没有啦。哎，等人等人，那继续吃。平平安安，他是说他怎么又变你老婆了？为什么说有嘞？你肯定有之前原本的爱脚吧？还是说次次啊？你家兔主播他不是才开始玩那个吗？崛起？你那时候是说？为了跟他玩才玩崛起是不是？你现在南风场中市局，我、哦、没事啊。风贤安安，现在观众场吗？对对对，没人要跟我玩了。这是你怂恿的哦。
那我是不是要载回来了？我才跟他讲说，因为那款游戏我现在应该是已经也不会玩了，所以我卸载了。你怎么不知道玩世界啊？因为崛起跟世界还是有差欸，而且明年出的游戏是比较偏世界。这个贴图，我记得这个贴图是不是今年的时候啊有期限的啊？就原本没有欸，我七。不要说破音啦，我笑我在吃饭，不要让我笑啊。那我自己讲的啦，不用重复，谢谢，不用重复。我差点饭喷出来。真的很好笑。怎么会笑人？あれれ？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？春风安安，好亮哦，好烫哦，哎，怎么办？喝他，没有，刚不是我讲的，抢房吗？应该是可以啦，因为现在是随便玩，顺便解任务，顺便吃饭。好的，我剩下粒子了。好，顺便哦，顺便啊，顺便吃饭，顺便玩。不然我就要把那个漂流罐，没有，我没有卸载哦，还是你们要看漂流罐啊？哎呦，你是亲吗？我不是亲啊，白痴，在亲什么？哇哦，你这是听什么？吓人！
吓人。嗯。喵喵喵喵。嗯哼。好久没看日麻了，没有，刚刚在玩那个啊，刚在玩最后纪元。我刚刚有点吓到，没有刚哎，我因为我一直还没有哇，吃饭吃饭，真的才要玩，我也是两三天没玩了、啊。后来我发现我身上所有的橘装都没有什么那个可以拿来做的装备啊。因为他不是要一个潜能的磁条吗？要潜能，潜能然后多少多少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才能拿来做装备。我发现身上是很有三分之二的橘装通通没有，结果我很白痴的全部卖掉了。我只留有那个装粒子算粒子哦，我不知道，都要传奇潜能才行。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哇，那我的那个勺子三把，我三把勺子通通都没有传奇潜能的洞口，我想说太衰了吧。好，还要再想办法打勺子出来。有啊，我还有三分之一有啊，我剩下的橘装都是有那个，我也觉得不算欸，我也觉得不算欸，就像自摸啊，你自摸四暗刻不算是自摸一样，四暗刻不算是自摸，那时候不是还多打一局吗？然后我要先把时间线打满。什么叫时间线打满啊？你是说把祝福都拿到吗？所有打腐败值的时间线，什么叫做腐败值啊？好久远的记忆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不太爱打日麻，也不是不太爱打，比较少开。我觉得打日麻好累哦，好累哦。打日麻什么打雀魂好累哦。日麻就是有活动会去接，没有的看兴趣。而且他最近那些任务，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开台打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后面出那些任务都只有打完一局就不用再上线了，我就觉得他只打一局就可以结束的东西，你开台打就打一局，这样就觉得不是很好。可能会造福到一些为了想解路打一局的人、啊、但我就觉得很没有必要开才打，对吧、啊？像顶多一场什么非电脑对局一起、对局一场就好了那种东西，是可以帮到一些平时也没有朋友可以要打的。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很难开台。感谢月雪的16个月，晚上好啊，月雪，月雪，月雪，
好了吧？有力值了吧？好了，可以乱玩了。我可以自动合了，放着让你们解任务了。你要飞了？不会啦！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不会了。リーチ、ツノ、ドラニ、ドラ、マンガン。感谢背面订阅的五个月。还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什么？哎呦！啊！看一下哦，碰碰碰！好啦，你让我碰嘛！好啦好啦，真是拿你没办法哎、欸！真的是，不是啊，我在吃饭啊。发烧列车。感谢米米赠送给陈叶。哎屁的！我看。然后那时候不是一大堆人叫去参加阿帕杯吗？啊，去死！あれれ、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？操！操！想说怎么抽不下去？这个很好，代表没看台。谁没看台？你说陈叶吗？对啊。哦，你说这个吗？不好说哦。杀人诛心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没办法啦，都没救了啊！混一色啊！你怎么没去阿帕杯？没有，我打实体麻将我会很紧张。可能打的不是麻将，是我的命。你懂吗？打实体牌跟线上牌就差很多啊！神様への引き物準備しておくのじゃ。谢谢杯面，谢谢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怎么在手上了？没有，你打之前的两轮刚好才进账的。没打的先进来吧。没人你们再进来玩吧。
等一下，老孙猴子真的是你哦、喔！我想说，你一直讲自己是老孙，老孙，该不会是老孙猴子吧？哇，真的是你耶！起飞，真的起飞！是啊，好好好，懂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人了，来吧，他们要打没打过的，或是今天想解任务的，赶快来哦、喔。了不起哦，双胞胎了不起哦。哎，你是不是也好久不见了？你是谁？啊，继续吃。哇，嗨，虚夜安安，好久不见，没有好久不见了，好久没有在牌桌上遇到你了。在乱讲啥呢？他们那天不是阿帕贝在聊七对子这件事情吗？可是我也很喜欢七对子哎、欸。对不对？那时候不在聊七对子这个牌型或什么的，因为我本人真的也很常摸到七对子的牌型啊，啊，导致就也有听他们分析，但是那些都是期望值的东西啊，啊，你真的摸进来也没办法。没有啦，一开始我手上还没有绿啊。你合完之后，你合完牌之后，我才有办法绿啊。一开始我手上的牌才卡个一个五条啊，差点就混一色了，好吗？差点就一个漂漂亮亮的混一色了。因为太久没玩嘛，感觉运气好像有一点点好。就那么一点点。好了啦，噎到了，噎到了。哎，米米在吗？如果没有潜能磁条的那个，如果还硬要去拿去做装备，做得了吗？就是一样会变成紫装、欸、红装，但是不会升阶上去吧？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因为我还没用过任何钥匙，我会怕，我不敢挑战。应该合不了，我只知道他是说要放传奇，要买暗金装吗？跟紫装。哎，我是到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暗金装。哎，因为之前玩第四的时候，你们一直讲暗金装，我想说到底什么是暗金装，就跟着念啊。那时候就是都用装的嘛啊。假装自己听得懂哦哦哦，那是暗金装啊，同事先生。结果，你看，你打给我，喂，嘿。哎，是。
痛。没事，中国信托啊，智能语音。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，吓死我了。不是像鬼迷心窍吗？对，我以为是比较特殊的传奇装才叫暗金装。应该说，我当时是玩 D3 嘛，然后 D3 那时候是有打过绿色装备，我想说绿色装备才叫暗金装吧，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有特别词条，然后而不是就是橘装那种感觉。但是阿 D4 的装备又有点就是偏就是它不是橘装，它是有点偏黄色，黄色已经黄到已经有点淡黄色了。它是已经就是你懂吗？已经颜色已经掉色掉得很严重的那种黄色。那所以我那时候搞不懂什么叫暗金装啊。那就现在去看那个游戏，我想暗金装哦，颜色很暗的金色叫暗金装啊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嗯，那、啊、每个游戏，没有，其实传奇装就是没有他的传奇装也是啊，传奇装就是。你的装备属性都是装备词条都固定的啊，就是数值浮动啊，对吧 ？POE 和最后纪元哪个更好玩？最近思考要不要入坑。我觉得最后纪元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啦，因为你看我刚刚玩的那个嘛，我随便，应该说我那时候拓荒的时候是用圣骑士，可是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其实蛮痛苦的，因为我前面拓荒其实一开始前十等玩起来是蛮快乐的，因为怪几乎都是碾过去的。那等到后面一点开始觉得说，有一些会中毒啊，会燃烧啊，或是一些远程攻击会很烦，还会流血，然后。我就会觉得说，啊，我怎么不玩远程？然后我那时候的圣骑士已经玩到已经应该说一周目通关了。然后通关之后，我改去玩那个远程的那个嘛，术士，就是死灵法师派系的，就玩起来好快乐哦！哇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快乐的感觉吗？然后。没有，因为因为我 POE 也玩过嘛，但是跟最后纪元比的话，我觉得最后纪元比 POE 比较容易上手很多点，好不好？虽然还是都是打宝嘛，也要打到你装备啊需要的词条啊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它是可以拆，然后可以自己做。你就是还是要找个就是能力怎么讲，就是好一点的法杖吧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再把你之前拆过的一些材料合上去，你就可以多一些像什么魔力回复啊，魔力上限增加啊，这样子。前几天才有说最后纪元不像 POE 要硕士学位才能玩，是我们讲 POE 本身真的不算是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时候才会说，如果有人说他懂 POE 的话，那他是真的懂 POE。 因为像我跟阿旺他们在玩 POE 的时候，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款游戏到底怎么玩，因为 POE 每次更新大改变，就是每个赛季都是新的玩法，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说，哎，又是新游戏呢，而且它的天赋灵也真的太大太庞大了。
真的头很痛。我那时候因为我是抄作业派的人嘛，加这个作业抄起来玩起来是怪怪的话，就是要找原因嘛。因为为什么别人玩得起来，我玩不起来？那我前几天也有讲啊，就是其实那时候阿旺有砸一些钱在陪我在弄装备，因为我那时候的钱就是砸下去了嘛。然后砸下去发现说奇怪，为什么伤害反而更低了啊？可是东西都买了也不能退啊。然后那时候就没有钱了，然后阿旺在排帮我看，陪我弄。弄完之后发现说，哎，知道我的问题所在了。吴一安安，对。所以POE 是好玩，因为怎么讲？最后纪元他装备跟职业跟角色是绑定的，不能像说你今天就是像 POE 他的角色嘛，是决定说你出来的那个天赋的位置跟你最后转职的东西嘛。那最后纪元他不一样，他最后纪元是他的角色人物天赋都是绑定的。所以你不可能是说你一个圣骑士可以释放那个像 POE 是插珠子吗？你插个珠子就可以说你今天圣骑士可以放冰魔法啊，有的没的啊，这什么牌？对，你的你就不能说啊，我今天圣骑士我要当一个可以奶的冰法师这样子，没办法，他的技能就是不允许，他不允许你这样子胡来啊。如果想体验死灵召唤秒怪流，要重练一只。你是说给那个吗？给召唤物打的那一只吗？你是说要让那只灵主吃尸体的流派吗？我有看过哎、欸。可是他虽然要秒怪，你前置作业还是要做一大堆、欸，你要招东西出来给他吃。等一下，我后面下一个应该是玩另外一个，我想试试看看全部往那个旋风斩玩玩看。我要一直转起来。其实都可以玩啊，就只是强跟弱的差别。就可能会觉得说，不行，这机体有问题，不能玩了，不能玩了，这样子，顶多就这样子而已了。你可以玩得很快乐啦，不一定要玩得太讲究太怎样。你是说崇德哦、喔？崇德我有看过啊。我本来那时候圣骑士想说，我就不要玩那个会转圈圈的锤子，就当那个会丢出去回来、丢出去回来的锤子就好了。可是那时候碍于是拓荒嘛，而且又说那个技能就是尽量不要重点嘛，哎，所以我那只圣骑士就白折了。猎鹰听说很赞，猎鹰 T0 啊，跑得又快，打得又痛，我有看过啊。所以我那时候有跟你讲啊，我那时候其实是看到那个，我已经我的死灵已经玩到一个阶段了，才看到人家说猎鹰是 T0， 有吧？我那天不是有讲吗？就是你不是隔天看到我在玩那个死灵？我就说，哎，我选的时候才跟我讲说猎鹰是 T0， 不然我早就去玩了。教主再练一只，哎，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没有，我刷宝
欸，我对于刷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看的其实蛮宽的欸，就只要不要让我觉得抓不动就好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死灵我是刷得动的啊，又不是说我这个死灵已经开始刷不动了，除非真的刷不动，或是它的天花板就到这边了。真的是有那种有天花板的极限吗？因为哪个 D4 的角色职业就有个天花板在啊，你的幅度就能到这边了，他就跟你讲说就只能到这边了，你就上不去了，他就是真的上不去了，对吧？没说错。就是这么残酷。就是这么简单。等一下啦，我怎么没办法吃饭？你一直叫我讲话欸，好扯哦！等一下啦，吃到骨头了。弄，吃到骨头了。我本来练一只哦。可能不会了吧？可能过个两天我就换游戏了。龙族教义一，哎，说到这个真的很好笑哎。龙族教义，我2018年就有玩过，玩40几分钟，因为二代的话是3月22号出嘛。那想说二代出之前来玩玩看一代好了，就发现曾经玩过一代，哇，这么好，见见你，晓得啦，哦，不晓耶，我怎么想说我是庄家嘛，对不对？晓得啦。我怎么知道我是庄家？忘记了吗？很小啊。还有吗？有没有任务还没解的？没有的话，要做关台喽。好了，感谢大哥啊。虽然我每次都跟人家说嘴巴有东西不要讲话，但是哦，嘴巴真的在喊卤蛋欸，不好意思。乌巴比伦弯班布的韩摩的比发电和在黑色的玄武年距今3700多年，能在出场前临时被问的紫烟。你自己好像，我哪有都这样做，我没有。感谢墨姬真的很墨姬的追随，出现啊，你好。千万不要说有要揪过来哦，因为台主播要关台了。哎呀，这么会点的，我看一下这边。哎，看看啊，这里，哎，没掉。
垃圾。这次活动有多少紫色礼物袋啊？我不知道欸。我是刚刚才想到说他们叫我玩的。点出三个紫色礼物袋。三个。那你没了吧？应该是没了吧。可以不要再把腋下露出来了吗？那个很性癖耶，我很喜欢耶，我很喜欢耶。不是那个吗？那个什么什么，福利莲，这个叫尤贝尔的。我那时候就看到说他这样子举不可以耶，多少人性癖是腋下啊？他这样子太过分了。没有，是真的啦。你不觉得这个抬手的姿势是还好，但是这个位置真的很棒耶，真的啦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，雪莉安安，你知道那个你知道他福利的那一集首播，还先别提首播啊，就唯独那个他封面那一集好不好，观看数超级高欸，然后再就是一大堆绘师都在画哦，你就知道。而且他那只角色是公认，这也不公认啊，就是最多绘师喜欢的角色了，好吗？戳中大家的癖好。就像当时那个谁斗阵的西格玛一出来的时候，怎么了？一堆绘师发疯，为什么？一堆足控整个疯狂的在画那个西格玛的脚，一堆足控哦在画西格玛的脚，你就知道各位的心癖啊决定一些角色。所以那个谁英雄联盟不是有个那个吗？最后诶，前去年不是有新增一个也是大家心癖的，也是足控的，病娇足控，然后大家也爱得要死。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我等一下应该就躺平死去了吧。等一下看看啊，看看可能光遇跑完图就睡了。啊，我应该会新增一个贴图叫做我才啊，然后。再来就是可能我自己用的啦，可能三阶贴图没有我才啊。好，可能今天就会传了啦，今天如果有画的话就传上去，然后就是啊，你们可能贴个我才啊，对，我就回应你们没有我才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说晚安啦，咪咪晚安，北面晚安，老孙猴子晚安，歪女晚安，月雪晚安，雪莉晚安，无一晚安，珍惜晚安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拜啦拜啦拜啦。莉莉晚安，还有谁？快点，吃吃在吗？吃吃晚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点名，看一下哦，聊天名单。嘟诺晚安，有些是机器人欸。哦，米莉欸，米莉晚安。